大家好，我是韩国的秀彬。4年前我在台湾被处了，所以现在终于可以回来台湾报仇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. 4年前我在新竹学中文，后来到台北的北门屋，认识了那个男人强尼。他一看到我就叫我拍片，我说可以不要吗？因为我吃了2个月的火锅和蒸奶，变胖了。他说太好了，一定要拍这个影片。我哭哭，没想到那个影片有100万人看，我吓到了。可是我后来要去澳洲留学，只好离开台湾，很委屈。因为很多好料都还没吃到，很多美景也还没看到。离开台湾这4年，我还是忘不掉当年让我变胖的火锅和珍珠奶茶。在韩国，我很少喝珍珠奶茶，因为珍珠比较硬，也没有小珍珠。我的最爱，火锅的味道跟台湾也不一样，在澳洲也一样。而且也比较贵，所以还是来台湾比较爽。我等了4年，终于有机会来台湾。这次我要把这些让我胖的东西吃光喝光，报仇。所以秀彬，你4年前拍片有讲过你想要交台湾男朋友。对的。那你有交过台湾男朋友吗？以前有，但是现在分手了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台湾男生？我喜欢大的。哈？不是胖的啊，就是比我年纪高的。你几岁？我是25岁。哦。我喜欢比我高。你多高？我是169。哦。然后好好照顾我的人。嗯。然后感觉我就感觉是帅的人。你跟你的台湾前男友还有联络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韩国通常分手之后不会再当朋友。哇，这么狠。那个希望你之后有机会认识到很好的台湾男生能够照顾你。哦，那这样好呀。